X-Phone 官宣出道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X-Phone。 什么？等一下，他们不是来参加音乐会的吗？怎么就突然官宣出道了？日前传说中的青春有你三的九强一起出席了音乐会，对，就是传说中的，毕竟那时也没有官宣确认嘛。而这九强的名单里就有罗一舟、唐九洲、连怀伟、刘冠佑、邓孝慈、孙颖浩、刘俊、段星星和孙艺航。其实音乐节一开始他们还分为两组来表演，分别是唐九洲、刘冠佑、邓孝慈和孙艺航带来的《同学你好》。被风停留过的夏天会不会出现期待中的浪漫情节，阳光渐成碎片，还有罗一舟、连怀伟、孙颖浩、刘俊和段星星带来的《刚好》。随后九人第一次合体，在自我介绍之后，就直接原地宣布出道啊！大家好，我们是X-Form， 他们的组合名字是 X-Form， 虽然名字里有个 I， 但 I 不发音哦，亲师们记住了吗？今天看到大家对我的辛苦付出，我真的心里很感动。在我内心当中，我们自始至终是一个团队，一个堡垒，同一个战斗堡垒。我相信接下来我们肯定会在更多的路口刚好遇见，大家能继续支持我们，然后很谢谢你们。昨晚这个突然的官宣啊，真的是吓到很多人了。经过了78天，我想至少抚慰了不少人当初的意难平吧。就连没有出道的训练生也激动了啊，艾克里里连续发了96个啊。高一白也表示他尖叫到方圆十里的尖叫机都到他家门口拜他为师。李俊豪则晒出李宇春 PD 在节目里送他的哆啦 A 梦，说道今天才有最后一晚的感觉，不 emo 了，大家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，真的是太激动了啦！期待 X-Phone 未来带来更多的作品和舞台，我们花路上见哦！